好，要不要承认？你出门跟道歉，手举起来，手举起来，亲，举起来，看我的，不要玩、啊。哦，这边这个好甜哦。对啊。嗯。我就靠近耶。有一颗是不甜的，有一颗是很甜的。我你切两颗哦，三颗。那个先五颗吗？现在芒果很贵啊，一斤最起码五六十吧。没有，一斤五六十。对啊，一颗就好几斤呢、啊。一颗芒果大概可以买两个便当。这个是没有，如果要便宜一点的，39、49就有了，但是那欧菜有点烂掉。那我让掉回来切切切切块掉。对呀，干脆买更好的，还可以整颗，干脆吃干净。嗯，还可以吃到打架这样子。啊，芒果刚有种子。有啊。他跟我有钱啊。我哪不知道？就两张，挂一张。芒果种子你唔捌看过哦、喔？甲世间有这款人哦、喔。所以他切过芒果啊。唔捌呢。嗯，这是我先用到的。哦，你拢唔捌切过芒果，唔捌蒸过迄个籽哦。想要蒸籽？因为无通食啊。我感觉你食芒果。